我奶奶给我拿了黏玉米，再不吃就老了，今天晚上把它蒸了。我们家茄子这两天下雨下的长得太快了，得赶快把它们吃掉，要不然就老了。好久没有吃茄子粉条炖土豆了，今天晚上炖一锅。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喜欢吃这个茄子瓣的？每次做菜我都让凤锅留着，跟吃鸡腿一样，可好吃了。我们这今天可闷了，说下雨也没下下来。朋友们，开饭啦！朋友们，你们看，今天早上从我奶奶抱回来这么大一个鱼挂，展现我厨艺的时候又到了，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，开！特别喜欢挖这个了，痛快。这么大个瓜，你觉得我得吃几对？这样吃完得啦。闻到香味了没有？上次有个朋友评论说，等我有钱了买个能闻到香味的手机，闻到了吗？啊，另外一个，哎呀，哎漂亮。休息休息一会儿。不合适了。哎呀，都起好了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前大爷干好多工哈，哦，你光看给大爷干活好了，这都是好。好嘞，好，你忙吧。行行行。朋友们，家里的葱吃不败了，有没有喜欢吃葱的？过来挖点儿。这两天觉得家里院子有点乱，然后让我做酱油的大爷过来给帮忙修了修。是不是比之前整齐多了，心里也亮堂了。
哎呦，可以睡了吧？都走着吃着哈。等一下，回来我管你吃的。黄瓜吗？啊，对，乖的。这边，大点方便。这边，这边。大方便，兄弟。哎，那妈，你爸，你给我黄瓜，你小意思吧，你耽误的吧。给大娘的，给大娘的，大娘，大娘。你买的咋样？啊，好嘞，好嘞。夸。奶奶给我奶奶。呀，老奶奶在哪呢？啊，在那里啊。啊，在那呢。